word 啊，老师的题目这里呢，有一道题目叫做笼子里有鸡和兔子，一共10只。这个你们不用吵啊，你们不用吵这个，可以吗？你们不要吵，你们只是先了解先明白先啦。OK，you don't need to copy 啊 ，don't need to copy， you just listen and try to understand first. So 笼子里有鸡跟兔子，有10只。 其中有30，一共有30条腿。笼子里到底有多少只鸡？有多少只兔子 ？OK， 你们会做吗？这个，你 Brandy， 你会怎样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做？我会。可能你会花10只。你是不是会？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先画10只动物，对吗？然后你要怎样 ？OK， 鸡有多少个脚啊？鸡有多少个脚 ？How many legs are there for chicken？ 兄弟，Nathan， 鸡有多少只脚？两个，我忘记。对对。 我的吗？兔子有两只脚，兔子有多少只脚？兔子。你的你家里有兔子是？兔子。啊，你的家里有兔子哦，兔子有4个脚。如果你不会奥数的方法呢，你可能会这样子。首先你先画每一个脚，这样子，可能你会画 OK， 可能我有2只鸡，我就画2只脚。 然后你就 try 咯。OK， 现在我有兔子，8只兔子，然后你就算，然后你就算有到个，所以就2，4加4等于8，8加4等于12，12加4等于16，然后呢，16加4等于20，这个就等于。 24、28、32、36，哎，不对哦，然后你又从头再擦过 ，erase 过，然后又重新再放那个角，对吗？你是不是好像 try and error 这样子，对吗？嗯。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老师来教你们奥数的方法，1、2、3、4、5、6、7、8、9、10，我们来 try 奥数的方法要怎样做啊？首先我们 assume that。 OK， 首先我们 assume that 全部是鸡先 ，OK， 鸡有2个脚，2个脚啊，我们先放全部2个脚先，我们不管谁是兔子谁是鸡哦，我们先放全部2个脚先。OK， 你看啊，这边有多少只动物？这边 How many animals are there？ Ten， right？ Ten times two， 10×2等于多少？ 老师，那个好像老师讲那个共有30，那个错，我的这边写到58啊。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个 example 来的，你们不要抄先，老师先 explain 给你听先。哦。OK， 10×2等于多少？12，20。Yes， very good. So 这个就是20，我们先这样子做啊。 然后呢，我们就拿多少个脚呢？30啊，这边有多少个脚？有30个脚。我们去拿这个 total leg 啊，30个脚去减掉这个20，明白吗？30去减这个20，说30减20等于多少？可以帮我算吗？可以帮老师算吗？30减20等于10。OK。 OK， 10啊，你注意看啊，这边很重要啊，你们不需要抄先明白先。所以这个10呢是多出来的脚对吗 ？The extra leg。对。啊，这个 leg 呢 ，extra leg 10只脚是给是谁的？是鸡的脚还是兔子的脚？鸡的。No。兔子的。
Yes, 兔子的其实是兔子的，因为兔子有四个脚哦，所以这个 extra leg 呢，十个脚是给兔子的哦。来，我们一起算啊，这边有十个对吗？我们要画十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吗？看到吗，Brandy？看到说是这十个角呢，我们要给，它有五个那个，它是一个五个什么？五 yes，个五鸡，个，五个 rabbit。对，五个鸡，五个 rabbit。说是怎样做呢？我们把这个十，这个 ten 啊，divided by two，因为那个兔子呢要多拿两只脚，明白吗？So ten divided by two is five 咯，明白吗？这样子，所以这个五呢，就是兔子的脚来的，OK，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要找鸡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找狗狗啊，我们要去找那个狗狗街那个鸡，我们就拿 ten minus five。为什么要拿 ten？这个 ten 是 the total number of animals。Ten minus five 就拿到 five 鸡，这样子。没等你明白吗？这个做法，肯定你明白吗？老师的解释，明明白。白啊？OK，不明白？不明白还是明白？老师可以那个装那个东西一点小吗？可以看全部。我弄小一点，这样。这位老师，先那边那个他讲一共有十 OK，个首东，一先，他讲有一共有十个那个 animal，说老师知道了是十个，说老师看那个鸡先，一个鸡有两个，Yes。脚，说老师拿，因为十个鸡，老师拿十乘二等于20，然后那个其他30减20，老师要看那个剩下的，过后老师对，拿十除二的，找到那个兔子过后，拿十减五等于五。但是老师我不知道，那我不安心。老师这什么？那个要找鸡的，这什么？老师十减五不是除吗？OK，为什么要十减五呢？因为这个十是从这边来的，这边。因为有十个动物，我们拿这个十去减掉这个五，然后直到五，这个五是这个五来的，这样子。是 OK，不用这紧，样一来，我个，们一起讨论那个题目。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题目，来，我们看一下那个题目怎样。OK，老师 share 回老师的 screen 啊。我可以开做自己先吗？啊，不需要，不需要，我们一起讨论，来，我们一起讨论啊。OK，我们再看这一题啊。笼子里有鸡跟兔子，一共有十八只。我们不要画，OK，我们不要画十八只，有奥数的方法，我们来做的。所以一共有58条腿。这样子，笼子里面呢，鸡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啊？来，你注意看老师的方法怎样做。在这个笼子里面呢，OK，在这个 cage 里面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鸡，有多少个兔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放，点，这样子。所以这个2222呢，其实就是鸡的脚来的。然后还有这一个嘶，就是那个兔子的脚来的，这个。兔子的脚，它们的脚呢加起来呢多多 how many leg？我们有58个脚，所以现在哈，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减掉两个脚先，minus 这个是 minus 啊，minus 减二，
减二，减二，减二。这个兔子也是要减二，减二，减二，看到吗？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减掉它们的脚跟。你没有发现到哦？我们就拿十八乘二 ，OK， 十八乘二，为什么要用十八？因为有十八只动物，可以有十八个 animal 在这边，明白吗？拿十八个 animal 先乘二先，你们可以帮老师乘吗？十八乘二可以吗？来帮老师乘一下，十八乘二等于多少？二八十六，减一，二一二，再加一个一，等于三，这样子，这样子三十六。OK， 你没有发现到哦？当你二减二的时候，这个就变成零了，零零零。这个四减二呢，就拿到一个二二。啊，这个二二二呢是 extra 加在这边，所以这个五十八。你要减掉三十六，为什么要减三十六？因为你 assume that 每一只动物它的脚是两只脚噻。Okay， so 八减六呢就会等于二，五减三就会等于二，啊，这样子可以吗 ？OK， 所以这个二十二呢，这个二十二啊。我们要除以二，为什么要除以二？因为这个二十二我们要分给这些兔子的脚，我们要除二 ，OK？ 因为这边是每一个是二嘛，我们这个二十二要除以二，二十二除二等于多少 ？Randy， 二十二 divided by two， is it 11？二十二除二，二一二，十一，十一，十一，对，对，对呀 ，OK， 十一，所以这个十，所以这个十一啊，你在它的旁边这边写一个兔子，这边写一个 rabbit， 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了 rabbit 有十一只，这样子一要怎么找？我们就拿这个二十八啊，注意啊，找这个，所以不是二十八，找这个十八，用这个十八来找十八减十一 ，OK， 所以啊，位置可能有点不够啊，十八减十一呢，就会拿到七只，对吗？七只鸡啊，这样子可以吗？明白吗？明白。啊，你们先把它抄先来。但是老师为什么不要用那个刚才老师做的方法？哦，不要，因为那个我们要画，如果要画的话呢，我们要画十八个鸡哦，哎，十八个动物哦，太多了，我们不要这样子画。但是老师，我刚才画了，我画了。哦，你画了，哦，我很快画的，全画了。哦，雷登，你做到吗？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啊。OK， 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难，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做。不过等一下接下来的 question 呢，它会一直 repeat 的，我们就会比较清楚这个方法怎样做的。OK， 你先抄老师的这个 screen 的东西先。这个老师放三个吧。抄完了，跟老师讲啊。
你灯查完了吗？因为老师看不到你的样子，所以我必须问你。查完了。好了。OK， 好的。来，我们继续讲第二题啊。OK， 他讲说菜园里哦，在 garden 里面呢有麻雀，你们懂什么是麻雀吗？英文叫什么麻雀？Sparrow， OK， 麻雀英文叫做 sparrow， 有看过 sparrow 吗？你们，它是小鸟来的，它是一个小鸟 ，broom， OK， 然后呢，有一只猫 cat 咯，总共是15只动物，一共有40只脚啊 ，OK， 麻雀小鸟有几只脚啊？麻雀2个，和小猫4个，有几个脚？啊，有猫有4个，麻雀有2个。OK， 我们先这样子做啊。两个脚的是麻雀，4个脚的是猫猫。OK， 我们这样子写先。然后呢，总共呢，它们的脚全部加起来是多少只啊？多少条脚？40只脚。40。OK， 40个脚啊，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什么？我们 assume that， OK， 我们 assume that 这些动物呢，它们是麻雀先，先乘两个角先，15×2先，可以吗？帮老师算一下，15×2等于多少？15×2等于多少？会算吗？雷登，15×2。30。哎 ，very good。OK， 250，静音，2123哦。所以答案是30了。所以这个30呢，我们要去减这个40。OK， 要去减这个40啊。所以这边其实我们要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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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二。OK， 这样子。所以40×30之后呢，就剩下10只脚。OK， 所以如果是 sparrow 的话呢，它2×2就会等于0了，000，这样子你写进去啊。4×2就等于2。OK， 因为那个猫呢，它还有2只脚在这边。OK，Brandy 老师问你啊，这一个十哦，这个十是谁的脚 ？It belongs to who？ Is it belongs to sparrow 还是 cat？嗯，很好。所以我们要拿10×2=5。五呢，就是猫的脚来的。OK， 有五只猫。为什么要除二啊？因为它要分两只脚给一只猫，两只脚给一只猫，两只脚给一只猫。所以that's why你要除一个二给它。OK， 所以10×2=5只猫。找到了答案吗？五只猫，这样子麻雀要怎样找啊？雷登，麻雀你要怎样找 ？How do you find the sparrow? The number of sparrow? 麻雀要怎样找？我们拿15去怎么？15去减5，明白吗？你们明白为什么要拿十？啊，对对，十。可是你们明白为什么要拿15×5吗？不知道，不明白。啊，不知道，不明白。因为题目有跟你讲，题目这边有跟你讲，我有15只动物，明白吗？我有15只动物，所以这个15是这边的。OK。然后这个猫呢，是我知道是5只了，所以我就拿15只动物减掉我的猫，是不是找到麻雀的 quantity 啊？对吗？明白吗？这样子解释？明白。啊 ，OK， 所以希望这样子解释呢，你们会更明白了。所以我找到猫过后，记得我就要找麻雀。
麻雀我要怎样找？我就拿它的 total 啦，它的总共啊，十五只动物呢，去减五，我就找到麻雀十只。OK， 所、以到最后呢，你就可以写答五只猫，还有十只麻雀。OK， 所、以我们用奥数的方法呢，就不需要画这些动物了。OK， 我们只是把它用这样的方法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对，可以的。抄完了没有？画过花的。Sorry, just got you one. I finished it. Sorry, Nathan， 你问我 question？ 没有。哦、oh, ，OK，OK、okay, okay.。对呀。我以为你问我问题。给大家抄好了没有？我可以进入第三题吗？大家抄好了没有 ？OK， 好，雷登抄好了没有？抄完了。OK， 好的，来，我们进入第三题。哇哦，这边有什么动物啊？我们有蜘蛛，你们懂什么是蜘蛛吗 ？Spider， 你们有看 Spider-Man 吗？有啊 ，OK， 所、以 spider 呢，它有八只脚，蝴蝶有几只脚？有六只脚。你们懂什么是蝴蝶吗 ？Rama Rama butterfly， 所、以 butterfly 有六个脚啊、哦，对吗 ？Butterfly 有六个脚 ，spider 有八个脚。这样子呢，大家的脚加起来是等于多少个脚 ，Brandy？有几只脚 ，Brandy？ 我这边我要写多少 ，total 多少个脚？一百六十，一百六十几？对。啊 ，OK， 一百六十四个脚这边啊 ，OK， 所以。我们做这个题目呢，首先把它这样子 list 出来，跟之前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只不过第二题呢，我们就放222跟444。可是第三题呢，因为 butterfly 有六只脚 ，spider 有八只脚，我们就放666，然后888。OK， 大家这里明白吗？为什么666跟888吗？你明白吗？明白啊 ？OK， 好的，所以。现在老师要做的东西就是、哦、我老师把这些动物呢 assume that 他们都是 butterflies， 我就拿25乘6、okay? 我拿 total animal 25去乘上6，为什么？因为我要减掉这些6先、okay? 我要减这些6啊，我要减6减6减6，对吗？所以那个 butterfly 如果减了六呢，它就拿到零个角了。如果是 spider 呢，八减六呢，你就拿到二这样子。OK， 所以25乘六，你们可以算一下多少吗？150。哦，很快啊，很好。啊、，Nathan 有算到吗？150也是吗？还没有。OK， 不用紧，老师等你啊。你看下算一下是不是150？所以我这个脚呢，我的总共的脚呢，164个脚，我要把它去减掉先 ，OK， 我要把它减掉150个脚先，我四减零呢就拿到四，六减五等于。答案是14。对，答案是14。OK， 所以现在哦，我14我要出多少？14我要出多少？他。就是六个角 ？No， 不是六个角，再 try。八。No， 也不是八，只是要减。对，哎，只是要除二。对了，因为为什么要除二？
因为现在这个14个角，我每两个角我要给那个 spider， 明白吗？但是我要除2， OK？ 所以这个2呢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 spider 的剩下它的角从这边来的， OK？ 所以14除以2，我就拿到多少？ 14 divided by 2， 来帮老师算一下可以吗？七。哎，很好，七个角。哎 ，sorry， 不是七个角啊，是七只动物。所以这个七只动物是谁的角啊？是 butterfly 还是蜘蛛？蜘蛛。Yes， very good， 是蜘蛛的角。OK， 如果你们很难写蜘蛛的话，你们就写 spider 也是可以的。这样子。OK， all right， 还没有算完哦。题目还问你 butterfly 有几只？怎样算 butterfly 有几只？我们拿什么剪什么？ Butterfly， 你要拿那个什么呢？它拿一共是25，拿25剪剪，十四，剪什么？十四，拿25总共剪6，拿20，拿25总共的。总共的动物减掉蜘蛛的动物，蜘蛛的那个数量是多少？蜘蛛数量是多少？七 ，yes， 七了，这样子 ，OK， 啊，恭喜你们，你们会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蝴蝶，答案是蝴蝶叫什么 ？Yeah，butterfly，very good，OK，、okay? 所以你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写一个答。七只蜘蛛，哇，这个蜘蛛很多笔画哦，对吗？蜘蛛以及18只蝴蝶。OK， 我相信大家都做到很蛮熟悉了啊，都会做了啊。OK， 如果好了，你让老师知道，我们就进入下一题啊。好了。好了，嗯哼，雷登，你好了没有？没有。OK， 好的。Brandip， 你如果好的话，你继续看下一题，你试试看怎样做。Brandip， you try to do 第四题啊。雷登，好了，跟老师讲啊。雷登，查了没有？好了。查完了啊 ？OK。No。来第四题，大家。OK， 来第四题，大家试试看做。第四题，做好了跟老师讲，你做好了。OK， 来大家试试看想第四题要怎样做啊？他讲说有一个小怪，小怪是什么？可能是一个 monster 啦。OK， 小怪是 monster， 它有五只脚哦。然后小鸡呢，就是 chicken， 它有两只脚。OK， 所以老师给你们一个 hint 啊，就是你们要这样子写222，然后呢就是555。OK， 等于69。那老师只是教你们到这里为止啊，剩下的你们自己做。老师给你们一点时间自己做。
OK， 所以做好了过后跟老师讲你们找到多少只小怪，多少只鸡啊，跟老师讲一下，看你们做的对不对。老师可以帮我吗？老师，那个我成了。OK。那个我成了，我得到你拿什么成什么？我拿18成9。嗯，成9不是。哎，不是，因为我们要减二。我什么？我们要减二。六。所以是拿18乘2、oh, 明白吗 ？OK， 谢谢老师。OK， 好的，老师搬到你这边，然后你自己试试看做啊。内德也是啊，试试看啊。不过内德，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问老师啊。如果你 stuck 在哪里，你跟老师讲。老师，我现在我要除，我用哪33除3？OK， 所以18除2等于多少？36。OK， 所以你这边就拿69减36，对吗？你就拿到33啦。对，我要问33除3。Yes, you are right. Okay. Okay. 为什么是三？因为这个三是从这个小怪这边来的，所以你要除三哦。Very good. Okay. 恭喜你啊，你会做了啊。老师，我得到的答案是小鸡的是？11是吗？到了怎样做？33除3等于11，对吗？老师，我知道了怎样做了，谢谢。哦，OK，所以你知道怎样做了，OK。Nathan， 你做到怎样？我不会。你不会？Nathan，老师听不到你讲什么。老师，这个越来越很容易了。当你明白那个步骤过后，就会很容易了。Sorry， Nathan， 老师听不到你讲什么。你是说你不会还是你会啊？他讲他不会。老师，我做了，可以跟老师讲我的答案吗？ OK， 可以，来讲一下。11，哎，不是11，7。7是谁？那个要找的那个多少那个东西了？那个小。小鸡。不是老师，不是小小鸡，小鸡他讲的。小鸡是七哈。哎，那小七是不是 okay, 那个他讲的？哦，呀，七。呀，对 ，OK， 所以这个11跟7呢，你要知道是谁。OK， 所以11是小乖，然后小鸡呢就是七只了。你等你 OK 吗？你我以为是 opposite， 那个是。七是小乖，11是小鸟。哦，OK，
十一的是那个多角的那个的啊，十一只小怪，七只小鸡。雷顿，明白吗？这题需要老师再解释吗？不明白。哦，哪一边不明白啊？哪一边？全部不明白？刚开始就不明白，还是怎样？哦 ，OK， 这样子老师擦掉先啊 ，OK， 老师擦掉全部，老师再从头再讲过啊 ，OK， 首先呢，这边有哪几样动物？有两种动物对吗？什么动物？一个是小乖，一个是小鸡。小鸡有多少个脚？两只。啊，两只，所以你就放二先啊，我们就放少的先。然后比较多的脚呢，我们就放后面这边，明白吗？这样子，我们先放222跟555，大家的脚加起来是等于多少？69。啊，69 ，OK。所以这边你明白吗？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你明白吗？明白。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鸡的脚呢，我们要把它减二，要每一个把它减二，去减它，这样子。所以这边有多少只动物呢？我们就拿18个动物啊，你看、啊，注意看啊，这个是18个动物，去乘二 ，OK， 因为我们要把它减掉这18只动物的两只脚先。所以18乘2，你算出来是多少？你会算吗？18乘2。36 这样子，所以这个36呢，你已经要去减掉它哦，这样子要把它减掉它先，所以9减6就等于6，哎，所以9减6等于多少？3了，哎，9减6等于3，6减3呢等于3，啊 ，very good， 这样子。所以当你减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这边也是要减的。2减2等于0，2减2等于0。然后呢，5减2等于3哦，表示说那个小怪呢还有三只脚在这边。OK，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有多少只小怪。不过你知道呢，每一个小怪还有3个3，你还没有算进去里面的。所以这个33哦，我们就要除小怪的脚，剩下小怪的脚去除它。明白吗？明白。啊，这个啊，你看我把它 highlight 它。如果你有 highlight 你就把它 highlight 它，会比较容易一点的。所以呢，这个33个角是要平分给小怪哦。所以33除以3，你就用这个除法了。33除以3，3×3。3×3，这样子啦。所以呢，这个11只呢是谁？是一只小怪还是小鸡呢？等。是一只小怪还是小鸡呢？等。小怪。啊，小怪，因为这个33个角呢，我把它平分给小怪哦，所以呢，是一只。属于小怪的数量，所以现在如果我要找那个小鸡的话，我要怎样找小鸡？我就用它总共的18只动物 ，OK， 总共啊 ，all the animals when you add them all up together, you have 18 animals， 所以18只动物你把它减掉11哇，就会拿到7只小鸡，可以吗？这样子，哎，所以到最后你就写一个答了，有多少只小怪，多少只小鸡 ，OK 吗？雷登，你明白吗？这个做法？明白。Okay, all right. Okay, 我们可能还可以做到最后一题，可以吗？你抄完了没有？你登第4题。好
哎，还没有哈。Brandip， 你是在做第五题吗 ？Brandip， 我在 try 做。Yes， try 啊 ，OK， try。OK， Nathan， 如果你做完了这第四题，你让老师知道，所以老师就会 proceed to question five。老师，好了，好了哈 ，OK， 来啊，你的第五题 ，try 说。老师可以上厕所吗？可以啊，可以啊，你上了厕所就自己 try 做啊，老师给你五分钟做。Brandy， 有哪一个字你不会念的吗？有吗？没有。这个是椅，没有啊。OK， 这个是椅子，这一个是凳子，一个是椅子，一个是凳子。啊，说话我坐的对了，课上堂。哦 ，OK， 你。给你灯，你回来了没有？你灯，你回来了。你灯，你回来了没有？回来了。OK。来，你看一下第五题怎样做啊？一张椅子有四只脚，一张凳子有三只脚。你们有看过三只脚的凳子吗？有看过三只脚的凳子吗？有啊？有。没有啊？有。有 ，OK。然后椅子是四个脚的，应该有看过吧？所以一个是三只脚，一个是四只脚了。所以一开始你就放点点点，然后三三三，点点点，四四四，这样子。OK， 来，你们大家试试看做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题了的，别做完这个，我们就可以啊放学。Nathan try 啊 ，Nathan， 可以吗 ？Nathan， 可以。All right, good， 我 try 一下。
Brandy, 你 OK 吗 ？Brandy。OK。嗯 ，Good。你但是你会做吗？你还在做什么？哦。嗯 ，OK， Good。不会的话就问我啊 ，OK。OK， Pandit， 你可以让老师知道你的两个答案是什么吗？可以，老师。哦，老师，我忘记做一个步骤了。OK，OK、okay, okay. 嗯。哦，是我做了做了，答案是9和11。9和11？哎，不是不是，9和10。你看啊，如果你用9和10，而9加10等于多少？答案是19嘞。可是它的 total 是20张椅子跟凳子啊。哦，所以你的答案应该10和10。10 and 10，嗯、啊、，good try， but it's not the answer。我不知道。哦、oh, ，OK，OK，、okay, okay, OK。啊 ，Nathan， 你做到怎样？好像 confused 了咯。啊，对哦，太多号码了，老师。嗯。Nathan， 你做到怎样？简单，我不会。哦、oh, ，OK， 好的，来来，大家教啊、老师教大家做啊。给、okay, 你注意看这边哦，你看这边老师有写什么？减三，对吗？所以这里就会变零跟这个是多少？一，对吗？这边一。OK， 所以这边要减多少？这边要怎样减？拿什么乘什么？这边 ，Brandy， 那哪一边啊？那个要乘20，二十乘一。二十乘 ，no， 二十乘三。二三乘，我的号，哎，我乘二十乘三。OK， 二十乘三等于多少？二十乘三等于等于60，是吧？啊，这样子啊？啊？雷登，你明白为什么要二十乘三吗？雷登？不明白，因为我这边有很多个三吗？我要减掉那个三吗？看到吗？你看我们之前的题目是怎样做啊？你看哦，我这边是有很多个二，对吗？我就拿18去乘二，看到吗？18乘二，18只动物乘二，所以这个第五题我们就拿二十个椅子，20。去乘三，明白吗？二十去乘三，明白吗？这样子的解释你明白吗？二十乘三，OK， 二十乘三等于60，所以我就拿这个72减掉60，就会等于12了。OK，Nathan， 现在老师问你，你要怎样做现在？你有这个12，这个12你要怎样做？12你要去除什么？
除二吗？一。为什么除一呢？这边呢？上一题目哦，我们要去除三，因为这边是剩下三个角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要去除这个一 ，OK？ 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十二除一等于多少？十二。OK， 所以这个十二呢，其实是一个数量来的。所以这个十二指的是谁？椅子还是凳子 ？Brandy？ 凳子。是吗？是凳子吗？我那个我 confused 是椅子。哪一个比较多讲？可能你的那个字不会念是吗？它其实是椅子来的，这个椅子。通常我们找到的那个东西哦，是比较多角的那个先的，所以就是十二只椅子，十二张椅子。所以那凳，如果我要找凳子呢，多少个角？多少个凳子？怎么找？拿什么点什么？十二椅子，如果我要找凳子呢？凳子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凳子，凳子要怎样找？十二减三。不是 ，Brandy， 怎样找？啊？如果我要找凳子，要怎样找凳子？凳子，老师要写那，要用十二减十二 ？No， 不是。它总共有多少个？十二，要拿十二减。总共有几张椅子跟凳子？总共有多少张？总共有二十张。对了 ，OK， 你灯总共有二十张，减什么？减那个十二。Yes，OK，、okay, 二十减十二等于多少？你灯？八。OK， 八张。八张凳子了，这个。OK， 明白吗？这边明白为什么这样子找吗？明白。明白，Nathan，你明白不明白？Nathan好像不太明白哦。你就明白了 ，OK，OK，你注意看啊，其实题目呢，它只是问你椅子就好了 ，OK， 看到吗？题目只是问你椅子，所以在你的答案那边呢，你只是写椅子多少张，十二张椅子就可以了，可以吗？十二张椅子就可以了，明白吗？Nathan？